喂，早晨敏感，早晨啊，教主，正白早几点晨，啊？吓，系啦，我哋有国家级任务支持，我哋嘅香港股市啊，打风打都风要啊，又系开这。啊，即 系国家级任务，打风都要做啊，咁啊，大家啊努力努力，咁啊维持住我哋香融接轨国际啊。全世界都得嘅，點解我哋唔得？即刻得啱，啦，啊！即所刻得。以今日個市咁好，我第一隻推介嗯，港交所啦，大胆，啊，因为真依家係啊，爆风球都要开始，大家都係，系望住喺港交所，都唔敢做嘢，系得你做嘢就敏感，我都唔敢係啊。啊，即系我都唔敢搞，因为嗱，你讲先啊，港交所系咩 number？港交所嗰只号码咧就系、是、港九交二二，系21922。嗱，今日我推呢只港交所系21922，即系点解咧？即系而家你啊打风都要做啦，咁我哋成交咧起码唔会少咗个一两日啊嘛，啊唔会少个一两日。就梗係對港交所嘅股價有支持啦，更加支持啊！雖然佢即係呢一輪咧喺上邊咧一路一路咧矮仔落樓梯，差唔多250蚊附近㗎啦。不過咧，我就係見佢，你250蚊咁關鍵嘅位，冇理由咁快跌穿佢嘅，所以我支持佢。即系等佢，希望佢守得住206啊！咁我今日见佢都有啲起色啊，即系唔系话即系无力冇离神气咁啊！即系就支持住呢只港交所先啊！即系除咗我哋讲呢个打风开市之外咧，近期咧嗰啲 IPO 咧，哇！我真系几耐未见过啊，唔破发喎。系啦，我哋个香港啲上市股票咧，近呢一个月咧就唔见佢破发啦。哇，真系，你又唔破发，又唔呢个平市，咁你梗系好噶啦。所以我今日咧就斗胆咁推介只港交所，咁大家唔好贪心喎，啊，即系我推介就唔系话俾你听佢会升翻上300蚊，啊，行到去287，佢唔行，你又冇鞋玩，剧要走噶喎、啊，真系啊！呢只嘢佢趌一趌上去，再劈落去咧，就劈落去240噶咯，所以我哋呢次咧就系即系顺势支持佢短炒啊，短炒讲到明系短炒，你千祈唔好就同佢长相厮守。呢只港交所真系唔可以太过耐嘅揸得。嗱，但系我调翻转睇啊，敏感，我觉得近排咧，即系唔系我系支持港交所，我觉得爆风球要开市咧系好啱嘅，OK。但系个港股咧，即系我都觉得我都系10个牛皮9个淡嗰只。咁啊，近啱啊，排其实1782呢位上落啫嘛，其实就冇乜方向嘅，成个港股都吓。咁啊，今日咧咁啱得咁巧，哇，升成200几点，见到个18200。其实嗱，老老实实即系大胆啲，但系我就想红落去嘅，红翻落去18000或17800呢啲位，因为你本身大家都系等紧，我唔知等乜，等7.1回归送大礼，等三中全会，其实都唔知等乜好吓。咁啊，我整只高杠杆嘅60999，六恒零指九控九嚟嘅，九系系啦。其实高杠杆有成50几倍杠杆嘅，因为佢嗰个收回价咧，嗰个风险高。嗰、那個都高嘅嚇，距離而家200零點嘅咋，佢嗰個收回價係18426嘅咋，係啊，咁所以嗰個距離得200几點咧，個杠杆好高，53倍啊，咁可以少少住咧搏佢嘅，個市都係死貓彈嘅啫，見到120樓上佢又腳軟噶啦，跟住一跌翻200上嚟咧，啲咁高杠杆咧就好鬼好玩嘅，嚇，咁但係風險係大嘅嚇，收回風險係大我绝对支持、哦，即系嘅，係。因为今朝早拣嗰阵时17几18000嘅啫嘛，而家系啊，行咗200点上嚟，我点会仲可以点可以 call 我哋个恒指啊？点可以牛我个恒指啊？呢个位咧
就幾大都你呢只啊！真係，即係冇得傾嘅。我哋而家個港股咧，你行到200點上去，你唔沽佢，你係老襯。係真係老襯嘅，真係。即係仲有喎，好啊，好。今晚美國啊，股市嘅假期喎，佢更加可以自己亂咁行都得噶嘛。所以你呢只恆指60999。60999，我啱心水喎，真係啱心水喎，即係趁佢而家你高杠杆嘢嚟噶，冲咗上去，你呢啲即係唔所谓啦，你行到几多？即係我哋个港股咧，即係你睇佢出嚟好似阿大师咁好打，讲啊识打噶嘛，有限嘅啫。所以嗱呢次咧就18200，我支持你红好。但是我都今日都有揀隻恒指 call 嘅。因为呢佢如果喺18000啊或者17800啊，佢呢轮都系咁㗎嘛。一高开呢就中落去。你话跌返落去18000楼下呢，你揀隻恒指 call 又冇坏㗎喎。咁我揀嗰隻恒指。25459。係啦 ,25459。嗱呢隻恒指 call 呢，即系最主要都系个市又玩緊上落市。美股咧就系都唔肯掉头，唔肯掉头。我哋个港股咧系净系跟一阵间嘅啫，唔会跟嘅，跟足全程啊，好少嘅。啊，佢开始见佢升，佢咪跟一跟咯。跟住佢就唔跟噶啦。今日佢开始迟，而家开咗半个钟头，佢跟咗上嚟，转头佢又跌翻落去先买啊。嗱，走到上去182咧，就60999，走翻落嚟17879咧，就25459啊，教主得两边揈系好啊！你睇个市而家升咗200多点啊，大家都谂到啊，18500啊，我都想。但你始终嗱，阿文锦讲好大嘅 point， 第一就系今晚美国冇嘅，系咁你任飞行嘅。第二咧，你跟另一个大佬咧，即系 A 股咧 ，A 股而家又唔系好对路啊，跌咗少少。A 股真係呢排啊，又係呢啲咁嘅3000点保卫战啊，30几几啊呢啲位咧，压上压落嘅啫，其实冇方向。但系万一只 A 股就再怼多10多点落咧，港股咧就蒸发咗个升幅噶啦。咁所以啱啱就系一只恒指红嘅60999，敏感只恒指嘅 call 25459，两边做咯。你唯有就咁拣啦。嗱，咁啊，除咗此之外咧，阿文锦已经俾咗只港交所嘅 call 啦，我俾多只 call 嚟，21619，21619，呢只就系中石化嘅。哇！呢轮当炒喎，呢几桶油。系啦，嗱，我提供 number 嘅时候嗰阵时未开市，但系中石化今日就爆咗上去。嗱，我讲一讲21619嘅 terms 先。佢嘅杠杆咧，而家佢虽然升咗20几个% 上，佢嘅杠杆咧都有成9倍几嘅。吓咁啊，窝啊31%唔贵噶，佢个窝喺全场嚟讲咧算系低嗰只。行使价5.59嘅，咁呢只嘅瑞银嘅中石化 call 咧，应该系全场咧最贴价嘅，即系最襟玩嘅一只吓。咁但系我估唔到今日中石化升啊，爆咗上4.8呢个位啊。咁中石化其实有得追落后嘅，因为要知道近排就883啊、857啊嗰啲就疯冚咁样升啦。啊，咁啊，386咧，相對嚟講咧，就係比較落後少少嘅。咁啊，同埋佢個5.4嗰個行使價嗰個位咧，亦都係睇大家睇嘅中線嘅目標。咁啊，所以大家可以 hold 住呢一隻嘅中石化嘅輪21619嘅。係啊，因為咧，我哋而家咧即係節目多啊，你頭嗰15分鐘咧，阿大師咧肯定喺度三桶油咧，揈咗我哋啲油上去。係啦。啊，唔系中石化嗱，近排啲油价即系包括国内啊或者海外啊，啲油价咧喺低位咧，并拎并能又炒咗上嚟啦。中石化咧，74.80油价系啊，你夹6蚊油上嚟噶，夹到啲人真系金睛火眼啊。跟住其实我哋不过咧，就算早嗰排啲油价跌咧，嗰三桶油都冇乜跌噶啦。个个咧都憧憬咧，而家咧啲中字股咧识得突然间派啲神奇嘅利息出嚟啊嘛。如果唔系佢就喺又派啲息嘅，咁佢咪又夹。所以你今日推呢只，即系又咁啱佢行咗啦，即系就同埋咧呢轮咧当炒咧啲石油股咧啲窝冇得低嘅，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个窝高噶，即系咁嘅，即系通常咧。
啲嘢當炒落鍋咧，個鍋高少少，咁但係鍋高有鍋高嘅炒法嘅。系啊，但系我拣只21619咧，佢个锅唔算高噶，所以话瑞银呢只咧，算系全场咧叫做油股或者油股类似嘅嘢咧，锅算系最低嗰只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就系见到佢今日个正股升2%几，呢日都爆20几%啦，呢日21619咁系攞得稳嘅，因为寻日又系啦，成堆中概股，尤其系883、857就单天保至尊啊，成个市。咁我谂噶，我个油价系升紧上去嘅，即系升到上挨近80楼，冲紧80噶啦。咁啊，今朝又睇到单消息啦，就系、是、以色列咧就唔打南边啦，就打北边啊，黎巴嫩真主党嗰边啦。咁啊，可能系呢啲消息又试一刺激个油价上去啦。你冇办法噶啦，以色列咧冇人睬佢咧，佢而家四围辣嘅，佢而家系摆到明系辣紧，辣兴伊朗喐手啊嘛，所以冇得倾嘅，所以由得佢咧个油价真系好大机会啊，夹多你一剂82蚊啦，我睇最多82蚊先至去做淡啊，唔好乱咁淡啊，所以个油价即系呢啲883啊、857啊、386啊呢啲仲有得行噶。系啊，系啊。咁啊，同埋大家都要留意喎，个油价如果跌咧，即系883都系升嘅。诶，即系我讲，琴日仲系得闲地咧，对拼阿学阿博士咁样拼一拼幅图咧。喂，883幅图咧，几鬼似 Nvidia 嘅喎。哦，Nvidia 系咁升噶嘛，即系你系啊系啊，又升，佢地球毁灭佢都升噶嘛。系啊，八八三都系嘅喎。啱，两只都好鬼似喎。即系呢啲强势股咧，唔使惊噶，照买得噶啦，大家。所以啱啱阿教主嗰只六，你几多号啊？睇多次先。睇下先，21619系啊，21619记住佢啦。港交所嗰啲咧就小注怡情吓，即系去到上边接近272、273到啦，你就要走噶啦，即系未必上到噶呢只股票。咁啊，嗱，咁我弯噏下啦，我哋好啊，好啊，我就21619中石化嘅 call，敏感就港交所嘅 call 21922，答对恒指我红嘅60999，敏感就系恒指嘅 call，不过阿敏感就话咧杀翻落去178啊、179啊、18000嗰啲位嚟做，咁嘅恒指嗰只 call 咧就系25459嘅，系啦，咁啊，色随尊便，有长有短，自己拣啦。好，好，今日唔该晒教主，咁，拜拜。以上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嘅香港投资者，港者为瑞银代表及证监会持牌人，资讯由瑞银提供，其仅作参考，并不构成买卖建议、邀请、邀约或游说。瑞银为结构性产品嘅发行商，瑞银及其集团成员、其附属公司及董事及雇员可能持有本资料所述证券之权益，作为主事人或其他。结构性产品并冇抵押品，如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，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。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。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。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而可能被提早终止，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，而 R 类牛熊证剩余价值可能为零。投资前应了解有关风险，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有关上市文件。UBS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 为结构性产品之流通量提供者，亦都可能系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。免责声明 ：Regal Finance 竭力提供准确资讯，为不保证绝对无误，资讯如有错漏而令阁下蒙受损失，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、订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，本公司概不负责。同时 ，Regal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，只可作为参考之用，并不构成邀约、招揽、邀请、诱使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申述或订立任何建议及推荐。读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，自行作出投资决定。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，概与 Regal Finance 主持、嘉宾、编辑及记者无关。同时 ，Regal Finance 所有节目或资讯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 Regal Finance 立场。